这一次小米九的相机呢是拍照特别特别厉害的那种。那可以拍月亮吗？拍月亮吗？像素呢不是越大越好，手机的摄像头呢也不是越多越好。一二三四，高通骁龙855，我认为是这个世界上表现最好的旗舰处理器。不服跑个分，跑分天王，跑个分看看。不服跑个分，服还是不服？你想要什么颜色的手机？我们这里都有。我要五颜六色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长得好看超级能打的吗？天鹅啊。对不起，是暴躁的天鹅。哇，这个手机做的还挺好看的，好轻啊，是不是模型啊？你试试这个模型还能打电话。无线充电呢是未来的发展趋势，可是无线充电真的很慢哎。这样怼真的好吗？小爱同学，我在。雷军和王源谁更帅？ A 王源， B 雷军。不好意思，还有别的选项吗？